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对澳洲呢并不是很熟悉，也蛮陌生的。不过我去年来了一次，对澳洲呢非常有兴趣。我感觉呢，这边呢好像我们台湾来的同行不少，可以说中国人不少。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我就认为好像应该有一个道场，大家修行。大家有地方修行，大家共同一堂，共济一堂，每天都自自在在的。那么师父呢，也就可以常常来为大家讲点开示啊，大家心里头会感觉很开朗，活得很有意义。所以呢，我们今年真正正式的由澳洲一群的那个同修啊，在发心呢、那么我们就买了个新的道场，不过现在还没有启用，现在我们正在把它改装，再改修一下。那么师父呢，也很高兴。师父讲他，我们这个师父是讲经的法师，但他谁都知道，佛门里都晓得他是个穷法师，没有多少钱的。那么他把他仅有的20万美金拿出来了，捐给道场，希望道场再能扩大一点，宽广一点，能更容纳很多人，多容纳一些人呢、来学佛，这是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后大家能够好好用功，好好学佛，就很高兴了。就是这样子说，师父呢他也认为好像他这次事情做的很有意义，所以他也很高兴，我就更高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光阴过得很快，我们这一次的讲座今天就圆满了。认识佛教这个课题，也是简单的为诸位介绍出来。那么我们利用最后这一个半小时，将前面所说的有一些重要的意思没能说得出来的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么今天晚上还有一些同修发心受三皈五戒，那么也在这个地方举行简单隆重的仪式。三皈五戒的意义，我们有一个录音带，也有一个小册子提供诸位做参考。明天我们在黄金海岸有一场讲演，那么同学们呢，希望我利用这个时间把三皈依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佛法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总结，佛法是佛陀对于一切众生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的教育。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开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
换一句话说，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智慧、德行、才艺、能力，乃至于福报，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如果我们要想知道佛的物质生活环境，我们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状况，他们身体紫磨真金色身，金刚不坏之体，永远不老不病，没有生死，居住的环境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宫殿楼阁是七宝造成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琉璃为地，琉璃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道路是黄金铺的，我们看的是黄金铺的道路，这是富贵呀。我们这个世间人不能比呀。经上说了，天上的天王，大梵天王的福报也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普通老百姓的。那么佛在经上说这些话，是不是诱惑我们的？啊，这个佛的生活环境这么美好，啊，佛说的是真实话，绝对没有啊诱惑欺骗，没有这些话。你看五戒里面不妄语，佛怎么可以打妄语呢？那为什么说他这个事实是如此？所以《金刚经》上讲啊，如来是真语者，真就是不假了，不虚啊。实语者是说老老实实，如语者如就事实是怎么样，就照这个事实说就是，不必加一点，也不必减一点。完全根据事实真相来说明，这叫如语，不狂语，也就是不妄语，不异语，跟一切诸佛所说没有两样，佛佛道道，大家所见到都一样，讲法也一样。《金刚经》上说佛这五种语是以如语为主，就是事实是怎样你就照事实说，所以诸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一切法，可以说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环境，美满殊胜的生活环境没有了，失掉了。佛告诉我，这个失不是真的失掉了，迷失了。你迷了自信，自信的智慧的能不能现前。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叫我们觉悟，
叫我们破迷，破迷开悟，我们自信里面无量无边的德能自然就现前了。啊，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模样啊，差不多，啊，是没有两样。啊，这个是佛法教学的目的，啊，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佛、菩萨、罗汉这些名词，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是佛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我们真正觉悟了，那就拿到第一个学位了，正觉就称之为阿罗汉。再进一步，能够达到正等正觉，就称之为菩萨。啊，菩萨的学位比阿罗汉要高。到觉悟达到究竟圆满了，我们就叫他做成佛了。啊，所以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可见得佛、菩萨、罗汉是佛门学位的名称。啊，就像现在学校里念书，博士、硕士、学士这些名称。因此佛法是个平等法，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圆觉经中所说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本来是佛，现在又想做佛，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这的确给我们从修行正果上建立了充分的信心。啊，我们修学有理论的依据，这个理论非常踏实，决定不是虚妄的。啊，不是虚构的。那要怎样恢复我们的自信？这个一定要讲到修行了。啊，我们迷了吗？迷就是错误啊。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想错了，看错了。现代虽然有不少的科学家现在称之为理论的物理学家，对于大宇宙、小宇宙，大宇宙是太空啊，小宇宙是粒子啊，今天讲到量子，这是物质最小的，他们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说明，我们听了感觉到非常惊异啊。是不是真相呢？可以说是真相，部分的真相，不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啊，究竟圆满的真相，这些科学家、哲学家有没有办法了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可能。如果世间人有能力，
认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佛就不必出世了。佛出现的时间没有意义了，这个问题你们都可以解决嘛。佛出现在世间时，你们想要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不能不帮助你解决。为什么说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学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基本上讲，方法错误了。世间人所用的，在我们佛法讲，世知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这个聪明智慧的发源是从意识心里头来的，意识的特质是分别，是研究，我们用思考，用思维去研究，是用这样得来的。今天再加上许许多多进步的科学仪器来观察，用这样的方法。二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佛门里面如果讲到纯粹的哲学纯学术，佛法有不是没有，法相宗所讲的就是法相宗能不能解释的圆满呢？不难。为什么呢？用思考，思考是分别，是意识，意识能够解释的是有范围的。实际上宇宙人生的真相不能用分别心的就是思考的这种方式去理解去探讨佛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呢？要用清净心，要用禅定的功夫禅定到一定的深度，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净极光通达，净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心地放光，才能够照见宇宙人生，叫照见。那个时候你见到的就是事实真相。所以今天科学家用的方法跟我们法相宗法相学者用的方法一样所以充其量呢，在我们法相里面讲，它只能解释阿赖耶识以内的这个范围行，为识所变，它能够解释到这个。可是更深一层的为心所现呢，它没办法了，它达不到了。所以这个意识心呢，我们天天想思想这个能力很大了，里面可以想到阿赖耶识，外面可以想到虚空法界可见的第六意识它的作用的确是非常广大，但是就是圆不到真如本性讲到真如本性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如果不明心见性呢，你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科学家一个发现现在觉得很惊奇，过个几十年之后又有一个又有新的发现，把这个定律就推翻掉了现在许多科学家知道这是科技不断的进步，不敢讲他这个定律是真理，他这个定律是永恒的，谁也不敢讲这句话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他在方法上用错了。如果这些科学家们他们都肯修禅定那就了不起定才能生智慧呀，智慧才能够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
真相啊。所以修行就很重要了，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叫修行啊。修行的原理前面说过，戒定慧啊，戒是守法守规矩啊，定是清净心啊，清净心起作用啊，就生智慧啊，那是真的智慧，不是世间的聪明。这个世间人聪明，他烦恼没有断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没断啊，可能比一般人呢看得淡来得薄啊，但是他并没有断掉啊，所以这个在佛法不承认他是正觉啊，虽然他觉不算正觉啊，正觉一定要断见思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修行纲领上是觉正经。学佛最初入门接受三规戒，三规戒是自己发心的，我要学佛，我要接受佛陀的教训。你发这个心了，你找到僧团，找到出家人啊，这个出家的老师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目标方向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啊，把这个东西传授给你，你晓得将来这个路怎么走法，往哪里走啊，叫皈依三宝啊，三宝是佛法僧啊。可是这个名词很容易产生误会，一听说佛就想到佛像啊，听说法就想到经典了啊，听说僧呢就想到出家人了，这三样东西给诸位说靠不住，这个佛像一把火就烧掉了啊！出家人自己没有修行，自身难保，你怎么能依靠他，哪能靠得住呢？所以要懂得真正的三宝是什么啊！这个佛像、经书、出家人，这形式的三宝啊，三宝这个样子，它有实质实质的三宝是在你自己心里面，所以佛教给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信三宝啊，我们自信有觉皈依自信觉啊，那你要说我现在不觉了，我迷了，虽然自信有觉，可是自信觉在哪里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迷的啊？我眼见色，为什么会迷呢？因为你分别执着，你就迷了。假如你离开分别执着，我问你，眼前摆的这，你看见没有？你不能说没见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觉。一有分别、一有执着，就迷了。你要细细去想一想，这段事。我们眼前摆在这什么花？
什么颜色？红色、黄色的、绿色的弥勒。你说弥勒哪里啊？它本来没有名字，本来没有颜色，颜色怎么来的？现在科学家知道了，是光啊，这是不同的度数反射出来的。本来哪有颜色啊？本来没有名字啊。相是假相，名是人给他起的名字，假名。我们懂得名可名非常名啊，假名假相，所以离开一切名与相啊，你所看到的真相啊，我们是迷在这个假名假相的，这些形象、色相、名相里面，迷在这个里头了。要把这个先拿掉，确确实实不执着。你要这样训练自己，这就叫皈依佛、皈依觉啊！人家问你这什么？那这花了？你怎么说花呢？因为你们叫它做花，我也叫做花；你们说它这是叶子，我也叫它是叶子。我是随顺你们的执着而说的，我自己呢不执着。这就诸佛菩萨了，所以他的心清净啊，一尘不染啊。跟众生相处，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执着我也跟你说，恒顺众生，和光同尘，可是自己干干净净，丝毫不染着，这叫做皈依觉啊。所以你皈依之后啊，以后是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会用这样的心，你就觉悟了，你就不再迷了啊。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啊，而且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这叫皈依佛，皈依佛，法是正知正见，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这一层难呐，真正觉悟之后，那个思想见解才是正确，我们现在达不到啊，达不到怎么办？先采取释迦牟尼佛的。佛在经典上所讲的他的想法看法的时候，那是正确的啊。我们先呢依靠他，但是依靠他是一个短时间的，是一个阶段的啊。佛不会叫我们永久依靠他，没有这个道理啊。你刚刚出学嘛，好像学生在学校依靠老师嘛，学业完成了你独立了，你要出去的像父母养育儿女，他很小那必须你要照顾他，他要依赖你他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不会再依赖你了，一辈子依赖你，那这个小孩没出息啊。佛教导我们呢，也是如此。在你没有大彻大悟之前，依靠老师，依靠这个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今天我在这里传授三规，你不能依靠我，依靠我你就错了，大错特错了。依靠释迦牟尼佛，依靠阿弥陀佛，那佛在哪里呢？经典就是的。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给我们讲的。我们依靠经典里面的教训，就是依靠佛。佛亲自来指导我们呢，那哪里还会有错呢？佛教给我们要做的，我们认真去做。
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啊，这个才是佛的学生，佛的好弟子啊！啊，一切以这个为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依据。啊，这个叫皈依法。皈僧，僧代表清净的意思，代表和睦的意思。啊，前面跟诸位讲过六合敬。啊，僧代表这个。啊，一看到出家人，你不要想他，哎呀，这个出家人呢，是个高僧呐，这个出家人是个破戒呀。他高僧也好，破戒也好，与你没有关系呀。与你什么关系？啊，可是与我们有一个关系，提醒自己，我有没有遵守六合敬？我有没有修清净心？啊，僧代表的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见到这个相呢，就要想到自己心清不清净。啊，身是清净、和净的意思，这叫真正皈依了。那么住持三宝，它就起作用了。我们迷得太久了，无量界迷到今天的老毛病、老习气常常犯了。啊，这里守了三规，给你讲清楚了，出了门就忘掉了，那有什么用处？所以你家里呀，供养三宝，你供佛像，看到佛提醒了，我要觉。什么觉呢？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定，不分别不执着是觉。那个定慧是这样修法的，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那个定没用处的。啊，真正的定呢，是在生活当中。啊，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修定。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禅定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慧呀，高度的智慧。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是见性见色性啊，闻性闻身性啊。啊，那个明心见性的人，他跟我们什么地方不一样？就是这里不一样。我们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人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他见到的是真相，我们见到的是妄想。他用的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用的是生灭的妄心，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啊，你要学会了，你也可以做佛，也可以做菩萨。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诀窍啊，知道自己怎么个修法。那么这个就是在三规的时候把你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这真正传授给你了。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密宗啊，上师传授了还灌顶啊，那我们没有灌顶的比人家差一等啊。那个灌了顶的是不是真的灵了呢？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同学啊，他们非常热心，开车开十几个小时啊，找一个仁波切那里去关了顶啊，头上洒了几滴水了。回来之后我问他，你是不是开智慧了？你的烦恼是不是少了？摇摇头，没有啊，还好，还讲老实话。我说如果说头上给你洒几滴水就是灌顶了，你去洗澡那个雨淋冲的大灌顶了。不懂得这个方法，不懂得意义，完全做的是形式，你说多可惜。我们今天皈依受戒都是形式啊，没给你讲清楚。观是慈悲加持的意思，观是比喻，慈悲加持。顶是最殊胜的佛法，顶法了，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把最顶的佛法传授给你，教导给你，这个叫做观顶。你们看看黄念祖居士注解的《无量寿经》，那个里面，受灌顶法，他的注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黄老居士他自己本人是密宗的上师，不骗人的，不问人要钱呐。啊，美国灌一个顶要50块呀。啊，皈依也要收好收钱的。我到迈阿密讲经，这个同学们要我传授皈依，先问我法师，你皈依的价码多少？你是有什么法子啊？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受过高等教育，拿到硕士博士，还挺骗的。信假不信真，听劝听骗不听劝，现在是这么个世界啊，很令人感叹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修学净宗法门，我们晓得无量寿经在一切经里面第一了，真正是定法了。把《无量寿经》弥陀经传授给你，这是大观点。你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十方一切诸佛给你观点一次，你念两遍，一天给你观两次，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观点，你都不晓得，还要找一个什么迷惑颠倒的人来替你点几滴水呀，就叫观点。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一定要懂得修学的方法，一定要在基础上扎根啊！这个基础是三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是根本的。修行从哪里修行？从这里修起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我做不到，那就是没善根，没福德啊！佛法这一生当中，你就没有希望啊！你在佛门里无论修学什么，只得一点佛学的常识皮毛，佛法真正的利益受用，你决定得不到，你没有去真做啊！一定要认真去做。要把它做到，那才行啊！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啊！从三福下手，处世待人要一律合敬
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移民在此地啊，这个地方也是有许许多多地区国家的人移民到这边来，形成一种多文化的一个社会啊，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到这边来，他们过去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如何能够融洽的相处啊，彼此互相尊敬，彼此互相帮助，这个很重要啊。这些都在六合敬里面啊，见合同结，戒合同修啊，生合同住，口合无争啊，义合同业，利合同君，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学了马上就有用处，就管用啊。不但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很幸福很美满，能够让这个社会、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达到和平、安定、繁荣啊，兴旺啊。但我们学佛是学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些道理、方法、境界，依据佛的经典，我们要深入的研究探讨啊，要讲解啊，理明白了，方法懂得了，知道如何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佛法是生活，佛法不是轻谈，不是玄学啊，不是一种学了以后没有用的东西。佛法不但为我们现前带来幸福，而且佛法更能够使我们得到永恒的幸福。世间教育讲一时的，佛法教育讲三世的啊，他讲过去，讲未来啊，所以这个是三世的教育，最圆满的教育啊，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啊，然后最后我们归心净土啊。为什么要归心净土？这个里头很深的道理，归心净土是一切诸佛劝导我们的啊，这个不是说修净土的人劝你们，不是啊，十方一切诸佛劝勉你们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六方佛的赞叹，你们读过啊？没有一尊佛不赞叹净土啊！无量寿经上释迦牟尼佛赞叹的更明显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赞叹那顶住了啊！我们想皈依一尊佛，那佛中之王最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你皈依我，他劝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我们再看看自古以来啊，从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要不殊胜，
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何必要求证呢？啊，他为什么理由求证呢？这值得我们思考的。西方要不是特别殊胜，不可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些事情细说都在无量寿经上，啊，无量寿经的录音带，啊，这个经过去我讲过很多遍，啊，现在新加坡的同学将我们这个第二次在图书馆宣讲的，啊，讲的比较详细，一共讲了107次。那么这一套录音带啊，做成了光碟，啊 ，CD 片做成光碟，这一次好像带了好几套过来了，啊，这有一个同修发心做了1000套，啊，光碟保存的时间久，啊，音质不会变，啊，他们告诉我可以保存200年，啊，音质不会变。那么我们用这个光碟来拷贝，啊，做这个录音带流通啊，这个效果就非常之好。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修净土？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诸位把这一套无量寿经仔细听几遍，你就明了了。啊，你也就懂得怎么个修。啊，这么个学法了。那么这是最后讲到皈依心净土。如果我们不想再花多余的时间精力去穷究宇宙人生的真相，到此就可以了，就相当圆满了。为什么呢？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那边之后，我们的智慧德能一切的享受跟阿弥陀佛平等，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界，那么宇宙人生真相究竟怎样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一个星期，你全都明白了。啊，这是事实。啊，何必在这个地方天天用脑筋呢？啊，怎么钻也钻不出来。啊，这是捷径啊，成佛的捷径。啊，这个一般人讲成佛之道，成佛的道路啊。净宗是成佛的捷径，那个道路很远很远，遥远的很呢，这是一条净路，啊，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呢，的确是殊胜无比，啊，诸佛赞叹，菩萨赞叹，历代的祖师大德们没有一个不赞叹的。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很难得了。啊，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彭基钦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我们把这一天遇到了，遇到了要是当年错过，你说这多么可惜。无量劫稀有难逢，你逢到了就要把它抓住，决定不能放过，认真的学习，啊，认真的修行。
那么这次的讲演，我想就到此地，我们告一个段落啊。以后我们的时间还很长啊，道场建立建立之后，我们希望能有长时间跟各位同修在一起共同学习。那么下面呢，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跟诸位做一个皈依的仪式啊，这个三皈五戒的仪式。因为场地小，我们的仪式简单隆重，不重在形式，总重在实质。实质是我们真的发现了啊，不是有口无心啊，这个皈依一个法师，挂个名好听呢，是个佛教徒，那就错了啊。刚才讲了皈依三宝啊，不是皈依我净空法师。你们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哎呀，我皈依净空法师，我是净空法师的学生呢，你们将来都会堕地狱啊！我跟你讲是真话，哎，这个厉害要晓得，将来你们堕地狱的时候，我不负责任。为什么你会堕地狱呢？你破坏僧团，这个忤逆罪里头破活合僧啊。我们加入这个团体，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了了啊。现在的社会，民主社会，政党政治，你想加入这个党啊，成为这个党员。那么入党的时候有手术也有仪式，你要去宣誓。宣誓的时候，上级党部一定派一个资深的党员来见誓。那么你就莫名其妙，哎，我就归了他，入了他的党啊，那这还得了吗？这就大错特错了。这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我是整个僧团一个代表人啊，所以你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而不是皈依我这个人啊。这样的开示，古来祖师大德都讲得清楚。你看，你印光大师在这个上海习斋法会最后一天受三皈依，后头都讲得很清楚啊，不是皈依我印光法师一个人啊，你是皈依这个僧团。可是那后头这一段文呢，现在和印的这个东西啊，都把它删掉了，不知道什么人干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现在一般人误会说他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错了。一个法师是一个党啊，彼此互相对立了，整个僧团就破坏掉了啊。所以这个你不皈依啊，你还不会堕地狱啊，一皈依就堕地狱了啊。将来阎罗王判你堕地狱，我没有造罪啊，把你的皈依证书拿来的时候，这是证据，是证据啊，是罪状啊。所以我这个皈依证呢，我这个后面署名的是三皈证明阿舍利，我是给你作证的啊，你是皈依三宝的，不是皈依我的啊，要搞清楚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啊！今天佛法之衰呀、啊，就错在这里啊。每个人搞自己的党派呀、啊，啊，不知道啊，尽虚空变法界，佛法是一家了。啊，我们要尊敬别人，人家不尊敬我们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要尊敬他。啊，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他不帮助我们那是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不要管，尽到自己，
本分应尽的责任就对了。啊，我们的目标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一定要见佛，要跟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这是你真正的三归了。啊，那么世间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踏实的依靠，好像你这个皈依太空洞了吧？啊，这个自信却真心，我怎么救也救不来呀，啊？我们一定呀，要找一个形象的，好像有依靠，心里比较安一点。你们既然有这个想法，我就给你介绍，啊，满你的愿，啊，我们皈依佛，皈依阿弥陀佛，我们做弥陀弟子，啊，人家以后说你皈依了，你皈依哪一位呀？我皈依阿弥陀佛。可不能说我皈依净空法师，那就搞错了是吧？你皈依阿弥陀佛，谁给你做证明的？净空法师给我做证明的，这行，我给你做证明的，皈依阿弥陀佛。啊，法宝，我皈依无量寿经。啊，身宝，我皈依观世音菩萨，皈依大势至菩萨。这两位是身宝。这三宝具足，我真有依靠了。好，现在我们举行仪式啊。